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要告诉你，温太医来了，他来到台湾了。这是大陆男星张小龙，因为演出古装剧《后宫甄嬛传》的温太医一脚爆红。那么在今天下午呢，此时此刻你所看到他是抵达了桃园中正机场呢。下午呢是韩一行工作团队呢都来到了台湾，那么看起来轻装便捷，那么神色相当的轻松。而这一回呢，他预计是今天来到台湾待个五天，从六号待到十二号。那么这期间20-30个通告几乎是排满档。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呢，你常常可以看在电视上看到时装的温太医了。好，这是最新的现场。